从为什么我老是要跟地标拍照？我觉得跟地标拍照是一件很蠢的事情。从那个买票口进来，大概还要开半个小时多。买票口进来差不多，然后才会看到太平山森林游乐区的标志。哇哦，198街，现在要前往碰碰车，大概200多阶的阶梯。我这边灌木真的好香哦，而且每一个都好美好美。全票180，有点忘记了。早年运送木头的应该都是五分车，然后我现在呢，要先去买车票。好，谢谢你。车票？对，车票及发票。等车的时候可以来碰碰车这个廊道看一下，这边有一些当年伐木的一些资料。那当年伐木盛行的时候啊，太平山是台湾三大林场之一，直到1982停止伐木之后才开始转型为森林游乐区。这个车是应该是五分车，如果他等一下会有介绍的话，因为伐木的车子运送木材、甘蔗的、大概都是五分车这样。然后像那个，像那个什么乌来那个就是三分车，大概是这样，以我了解，等一下看介绍才知道，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介绍。小零食可以带上山吃，因为来回之间有70分钟左右的空档时间，可能会肚子饿。那我们家是有自备茶饮跟零食的了，所以就不用买啦。
线。嗯，对。所以走主线是最轻松的。